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文化大百科》，我是主持人王玲玲。东汉末年，曹操率士兵来到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地区，这次他不是带兵来打仗的，而是要当一回盗墓贼。究竟墓中有着什么宝贝，让一代枭雄曹操当起了盗墓贼呢？这片墓群地宫的主人都是哪些声名显赫的人物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芒砀山，揭开汉梁王墓群的神秘面纱。汉梁王墓群位于河南省永城市芒砀山，是汉文帝之子梁孝王刘武及其家族的墓。墓群分布在除芒砀山主峰之外的各个山峰上，共13座，范围约550万平方米，是我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河南永城市与山东、安徽、江苏三省毗邻，素有豫东门户之称，而其北部的芒砀山成为人们进入中原的东大门。从西汉汉高祖刘邦开始，就在这里建立梁国，自古就是战略要地，因此芒砀山被汉朝皇室视为风水宝地。西汉梁国从梁孝王刘武开始，到后来的8代9王及王后大臣死后，都葬于芒砀山群。令人叹为观止的汉梁王墓群就此形成。在汉梁王墓群中最负盛名的，当属梁孝王刘武的墓地。刘武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文帝和窦太后的儿子，也是汉景帝的同胞兄弟，为西汉梁国的国君。公元前154年，梁孝王为平定七国之乱立下了汗马功劳，因而得到了汉景帝窦太后赏赐的金银财宝无数，梁孝王的地位也如日中天，因而他去世后，万贯的珍宝也作为陪葬品被奉于陵墓之下。梁孝王陵墓位于宝安山南方，全长96米，面积约700平方米，有墓道、甬道、主室、角室、回廊及排水系统组成，是中国西汉早期的凿山为室的横穴大型石崖墓。这里的墓道口为 U 型，上部用梯形石板扣压，因而墓陵极其坚固。许多建筑专家考察后都惊叹不已，认为其设计理念至今仍值得现代建筑工程所借鉴。据《三国志》记载，东汉末年，曹操引兵入砀，伐梁孝王冢，破关收金宝万斤。也就是说，曹操当年在芒砀山盗掘的墓，正是梁孝王之墓。据说当年曹操从这里运走了72船的珍宝，养兵3年，奠定了他争雄天下的经济基础。然而，在梁孝王墓的北部，还有一座比梁孝王墓的规模大得多的墓陵。这里安葬的又是谁呢？这是汉梁王墓群中最大的石崖墓，其地宫东西全长210.5米，总面积约1600多平方米，总容积达到了6500多立方米。它坐西朝东，有2条墓道、3条甬道、2个主室、34个侧室等构成。被中外考古界称为天下十室第一陵。经专家考察以及从墓陵中出土的梁后园铜印和孝园瓦等多个文物证明，这个墓的主人是梁孝王的皇后李后之墓。整个墓陵的设计时尚且精妙，许多房间内还涂满了红色的名贵中药材朱砂，这在汉朝只有身份极其显赫的人才会使用。在墓中西宫的洗浴室旁，有个雕刻精美、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的石质坐便器。那时的坐便器与现代的冲水马桶有了异曲同工之妙。除此之外，在西宫附近还有一条连接梁孝王墓陵的隧道，隧道地面排列着7个圆形图案，像极了北斗七星的形状。相传图案寓意着用天上行星照亮梁孝王和王后幽会的相思道，
虽然隧道没来得及完工，王后就驾鹤西去了，但地上的北斗七星图却为陵墓增添了一份浪漫主义的色彩。除了隧道之外，李后墓中还有许多巧夺天工的设计，比如墓中有贮藏食物的冰窖，其形态与现代的电冰箱有些相似。除此之外，在李后塑像旁向东望去，可见一线天景观，这个设计堪称一绝。在汉梁王墓群里，有一座陵墓的发掘震惊了中外考古学者，它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这个墓陵位于芒砀山保安山东面，与梁孝王墓陵遥首相望，这就是梁孝王之子梁共王刘满之墓。墓道长约70余米，总面积383平方米，距今已2100多年的历史了。虽然梁共王墓陵规模并不算大，但在地宫前一幅遗存的四神云气图却受到了举世瞩目，它被评为了国家级保护文物。这是一幅近30平方米的西汉彩绘壁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灵芝及云气纹等图案交织缠绕，整幅壁画简约抽象，神秘莫测。经专家考证，此壁画是中国目前所见唯一的一处西汉前期诸侯王级的巨幅彩色壁画，它的发掘填补了中国西汉前期巨幅彩色壁画的空白，代表西汉绘画艺术的最高成就。这幅四神云气图被专家们誉为是四最壁画，即篇幅最大、年代最悠久、保存最完整、考古艺术价值最高。它作为汉梁王墓群当中出土的最珍贵的文物之一，被河南博物院永久地收藏了起来。2000年，中国国家文物局对这幅壁画启动了历时2年的综合保护项目，让象征着西汉繁荣景象、呈现着2000多年前社会面貌的历史艺术文物得以最好的保护与收藏。好，观众朋友，今天的文化大百科到这里就结束了。获取更多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您可以关注我们的新浪官方微博央视综艺参与实时互动。您可以拿起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加入我们。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让我们相约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一位与水有着不解之缘的爱国诗人，从水上离开家乡，在水上漂泊半生，最后选择汨罗江永沉水底。一座同样与水结缘的千年古祠，几经迁徙，数次重建，它穿越厚重的历史，从大唐盛世一路走来。敬请收看文化大百科屈原祠。